看，第一次看这样的骨髓啊，我还以为我煮了个寂寞，结果一看太用心了，直接挖脑吃。但这块是真挺少。哎，我去，这块绝对过瘾呢！这是爷爷辈儿和孙子辈儿。出大劲儿了，这是。啃膜，来一盆原有的牛骨髓，这是纯原切的骨髓啊，看到吗？哎呦！上次我拿骨髓没等抠，自己就掉出来。老铁说：“哎呀，你全是鸡蛋糕惯的，这种就是呼大劲儿了，掉下来了啊！”你可以问问他们懂的。你自己看。鸡蛋糕它不可能会拉丝儿。你看那家伙，就这点儿，孙子辈儿的，这就是最过瘾的了，一口上头系列。牛骨髓又来了，掉了。哎呀！
两天不吃都馋的，吃多还容易上头，真香。这不用嚼了，嗯，一口，没了。双击，这有点不好弄。这个是一半的那种，双击老铁，吃没了，别走了，双击吧。有骨髓。太香了。就不能吸呀，差点呛着。
哎呀，又来吃这个鸡冠油了。